果你觉得一三三很强哦，那你标准蛮低的。啊，如果你是要嘴我烂的话，那你也是蛮目标的。我已经帮你先打他了，他这样，他要这样点，我也没办法。我清不掉兵，我没办法，你们都在上面。那瑞克比我痛哦。人有个多，技术哎。他还抱我一个仇，蹲同样的地方挑我。
来对面也是五排，对啊，我知道啊。怎么了吗？欸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要降欸。不要哦，红 buff。他突然用一下，然后他也不往右边拉欸。听起来是多么讽刺啊！他那也没有追什么、啊，我只想问他说，所以你要票他什么东西？看他能不能讲出点建设性的东西啊！我开到大了。厉害，要看他要讲什么、啊。如果你觉得133很强哦，那你标准蛮低的。啊，如果你是要追我烂的话，那你也是蛮无聊的。你怎样是要靠我一个人凯瑞吗？打野。魔法师其实是一群挺和善的，就知道有人要来找你。前提是他们没兴趣在你身上做点魔法实验。完蛋！傻逼！被对面整，对啊。
二套真的有难度，超白痴的。最后然后被我们打爆。哎、欸，我刚说抢了你五连杀，哥家，你很棒哦，很顺尾。你后面怎么突然压起来，吓死我了！没错哦，没有。我跟你说，我在那一刀下去的时候，想说完蛋，该不是我的？我这就我也不想要这样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